请问这边是不是有两张工作表，对不对？建议你们应该用这种方式。资料，新查询，结合查询，可以吗？里面的附加，附加，附加是上下，有看得出来这个图吗？上下的加法，合并是左右两张资料表。请问一下哦，我现在这工作表一跟工作表二，它应该是上下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90年到99年，再来就是100年、101年，一直到109年，所以它是上下的关系。所以点选附加，然后呢，我刚好就只有两张，可不可以有三张？例如说，当你有110年，就第三张就会出现了。好，只是现在刚好是两张，所以我们就把主要的资料表是表格一，次要要附加进去的是表格三。确定，那标题它就不会重复。好了，这个叫做 append， 就是附加。好，你看一下，在这边，在这边松山，松山是不是90到99，对不对？那100呢？好，往下，往下，松山跑去哪？松山这边，松山100、101到109，可以吗？就是这个档案叫做 append 一，就是两张工作表合并起来了，最好是这个时候把那个空白都删掉，所以这边取代把这个空白，有看到空白，取代为什么都没有，就什么都不要打，确定，取代空白，这个空白，然后取代为什么都不要打，确定。然后请把这个改成整数，然后还有我们在人口数那边我们放的是什么？是民国年，有没有这个年？没有吧，所以把这个年也拿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取代值这里面的年把它全部都拿掉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常用关闭 OK， 就是这张，这一张，就是我要准备移动复制到人口那一张。这一张资料表我们取名叫做死亡人口数，对吧？做完了，可以吗？从民国90年开始，一直到民国109年，各行政区的死亡人口数整理好了。记得最后只是做一件事，移动或复制到这边，到这个移动到最后面，然后建立副本，确定。那刚刚那个档案就可以储存然后离开了，储存然后关掉。因为死亡人口数跟出生人口数差不多，所以我就想说直接把它给讲完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重新去打开这个出生人口数 Excel 档，对不对？你看长是不是很像，但结婚就不是长这样子了，可能你虽然都是去看相同的事会有差别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是出生的人口数。好，首先第一件事情一样选到这个内容，然后资料从表格确定。好，一样，这是行政区，行政区我们就把合计给关掉。然后去做转换里面的取消资料行枢纽。然后请把这个改成民国年。先把年给删掉。哦，算了，我合并之后再删好了。可是这个改名字重新命名，它叫做民国年，这个叫做人口数，出生人口数。
然后这个改成数字，改成整数。好，然后关闭，可以吗？这刚刚已经做过，所以我要继续做，继续做，把这个的范围选取起来，因为做法都一样。资料从表格确定它是有标题的，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把合计拿掉，把这十年转换取消资料行枢纽，把这个名称改成民国年，这个改成出生人口数，然后改成整数。好，常用底下关闭并套用，所以这一样会有表格一、表格三。那我这边是不是已经有两张工作表了？这两张就是这内容都一样。好，所以我先要做 append。就是把这两张资料用上下附加在一起，好，所以它是英文叫做 append。我觉得这应该有一个正式的英文单字叫 union， 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知道上下的关系，我们叫 union。资料新查询，结合查询，附加。然后因为也是两张资料表，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，可以用两张就好了，把表格一跟表格三附加在一起，确定。那这里面啊，把你看出生这边它就都没有空白，对不对？然后请把这一张你看松山九十年开始的出生人数，诶，有看到吗？刚刚死亡好像不到1000，对不对？这边出生大于死亡，好，至少这边将近2000嘛。可是呢，因为少子化，所以确实有1800、1700、1600、1500、1400，有看到吗？是在减少的。好，那所以死亡人数是增加，出生人数在减少，对吧？大概看到是这件事。然后刚刚那边是90到99年，然后再往下松山这边是不是看到100到109年？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工作表我们就取名叫做出生人口数，滑鼠右键移动或复制给这一个档案，然后移动到最后面建立副本。好，所以这边是有人口数，有死亡，有出生。好，我想这样应该没有问题。那刚刚那个档案呢，各行政区的出生人数就可以储存，然后关闭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请你们动手先做到这边。